哎，你们要花枝丸对不对？拿了吗？花枝丸，对啊。等一下。花枝丸。花枝丸。要回鸡丸呢。要回鸡丸啊！要花，我有人要滴啊。加火啊！啊？不是加火，那老公在那里啊。猪脚。不是啦，那是当小轩啦。你是会晓听啊，袂晓听啊？你真的。你是哦，你背啥？我上啥书啊？是这个书啦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老板，请。谢谢。来，谢谢。小花枝有，套珠有，那是大花枝吗？第五十、第二十、六七台，八台起，九台、十台起，第五十、十台卖开五百四百了，三百了，三百了啦，三百了，三百起，三百，十面就三百。好吃啊！好吃啊！五元早，五元早，张天福早。不来吗？不来呀！不来鱼。不来鱼啦！不来鱼啦！不来鱼。哎，要不来鱼就不来啦！哎，不来不来。不来，
来，本来阮袂好食，阮袂肯定，不要搁食。来，爸爸来，爸爸来，不来，阮袂肯定，真能来，一面一包，两面包来，包了，爸爸来。张老师早安。来，不来，下来，爸爸来，爸爸来，爸爸来，来，不来，我走，等下我走来。过来就跟现在缺水一样那么缺。包好了来，不会啊！我跟你讲，你没有那一个，等一下洗脚你就洗到疯掉。对，太好了。不搞活动来，谢谢。有啊，有去啊。不下来。都有。好多好多原因。但是好多个原因啊，就是那边的管理处也有，然后其实我已经进去了，他们都知道，其实就我知道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应该都可以留给你，没问题。你们要买什么都来现场就好了。好，进来。梁小姐啊。我要大只的乌鱼，我要大只的。
留八条。乌鱼啊。大条的、啊。八条。我老老辈会留，留八条就是看不起你了。我留八十条给你在后面。老板哦，老板来保持来。那个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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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在公路了吗？然后后面我去后面看看那个手机什么的，我也不知道来看。是哦。我不知道，那个。可以来，而且可以来，再见了，我了。可以等长松再来，可以今天再，今天三天不来。小姐，买一条，两条，买五条，五百。胡子太夸张了，胡子太夸张。我为我妈来的，在现场挤不进去了，了这边比较好买。我买。对。你坐下来，快坐下来，你看到我这边哪个买？我啊，我买。我为了我买来，我在做医生。哦，所以他硬硬产的，哦对啊，他有更大条的吗？有哦，在后面就对了。他随便讲的，来真的八十条。五百。对啊，去三百下，五百，四百六，三百六，三百六，好来。那个右上角按三个点，把那个解析度调到720P 就好了。哎，黑来。什么东西？这个？不是，那是镜头。麦克风在这边啊。那个太大只了，会挡到，会被人家撞到，人家这样过去会被撞到。是这样，黑啊，这样开啊，这样开啊，怎么黑啊，怎么黑啊，这样开黑啊，黑，黑这样，也不黑，那个先不放进来，不黑。哦，今天没有炒鸡啊。不黑，我包了，黑啊，咁这今年包括今年是三二三卖啊，这样，这两斤超贵啊，这样我包来。今天有大花枝吗？我看一下。应该就这个。刚才我照这個，现在我照这个。这个哈。超好吃的，可是。我买，我不会的。地那么多，你整个冷冻库有没有？最近又在买搬房子、搬家。哦。买房子搬家。我想我叫他拿高的，他又拿矮的，笨蛋！我高的那个，呀，喜欢啦，喜欢啦，我叫他提光的呀，轻的啦，我提轻的，轻的提光到要死。你不会，我
阿伯，你落卡来处理。落卡阮翁啊。哈哈哈！伊拢足主动的，他会签字的。吃起来应该是很过瘾吧，因为那个肉很厚，肉很厚。明白，明白。来，来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这稍微出来什么事了呢？你包，两包给你，两包给你，将白一点白几个 Q 掉了，完全没事。张老师，你昨天买的三项已经出完了，应该是你的学生帮你的学生还是客人都帮你拿走了吧？对，今天有大大的金红沙，我十八啦。老天不管啦，你都无人来啊！我十八老天，讲话我都买工地个，我好死我啦！你有冇听话？无啦，今晚先听你。最旁边那个鲑鱼前面有红沙。有，然后花枝，这个吧，这个最大了。我都要不要这么多了。
500块来无啊，拢几多年啊，五年啊，这里是挣不了，这还500块，500块来无啊，500块来，500块来。